嗱嚟緊咧。大獎要逐個逐個出現啦！首先我哋而家要頒發嘅係最佳導演喜鬧劇組，先請我哋嘅頒獎嘉賓。冇錯，我哋有請 Vigo 李國威先生。Vigo 曾經得到過四次嘅最佳導演作品，包括有在天台上冥想的蜘蛛、大汗推拿、藝術同埋三姊妹與哥哥和一隻蟋蟀。想問問問阿 Vigo 你知啦，其實你即係排一個戲最多喺度排160小時㗎啦。咁跟住你作為導演仲要多啲喎，即係可能 double 啊，300多個鐘。咁仲要做功課、開會，加加埋埋，咁可能要排500多個鐘嘅。咁而家通常做一個導演收幾多錢到嘅咧？我諗咧就因人而異嘅。平均10,000元都有啊，但係如果咁樣計落去咧，可能。個時薪得27.2，我今日啱計過啦，咁咪低過最低工資咯。咁其實係咪應該我哋去做看家好過做導演咧？當然啦。點解咧 ，Vigo？ 咁係咯，點解？如果你計時薪嘅話咧，其實你知唔知最高人工喺舞台上邊係邊一個 pose 啊？係邊個啊 ？Crew 啊？係嘛？我終於明白點解咁多人爭叫做 crew 啊！即係最少人工嗰個就係導演咯，即係如果斷鐘計。係啊，係啊，係啊。不過咧，如果導演嘅人工係斷鐘計嘅話咧，我就已經發咗達啦。哦，唔緊要，最緊要有個心，繼續做，就算你轉到做看更，都繼續做導演。好，好。或者我哋望咯，可能終有一日都會發達嘅。不過望住先啦。我哋不如喺呢個時候睇下最佳導演喜鬧劇組嘅候選名單。榮獲提名最佳導演喜劇鬧劇的包括司徒慧卓2029追殺1989香港話劇團胡彪啊司徒慧卓鬥泥戰爭香港話劇團，你以為我唔知咩？你做下好心咧，你唔好開正佢嗰塊。喻真球，喜靈州分享夜劇場空間。潘慧森《孔雀男與榴蓮女》風車草劇團 party 通常都播歌嘅，不如咩啊？不如我哋跳舞啊！我唔識跳舞噶，我都唔識噶。最佳導演喜鬧劇獎名單喺 Vigo 手上，唔該你 Vigo。好，最佳導演係邊位呢？好大隻字喎，叫驚老花睇唔到。最佳導演喜劇鬧劇得獎者，司徒慧卓，作品《鬥泥戰爭》。啊！麻煩Vigo同我哋頒咗個獎先，唔該曬，恭喜曬司徒慧卓《鬥泥戰爭》。好 ，Roy 同我哋講緊佢得獎感受先。恭喜 Roy。首先有冇衫要除噶？今次冇啦，好。嗰個準備喺前面嘅。好。多謝曬，真係。我曾經有一段時間覺得自己唔應該得呢個獎嘅。我覺得呢個戲係屬於演員嘅戲。好多謝嗰個戲裏邊嗰四位演員，即係全力咁投入，令到呢個戲好睇。多謝高漢文、彭幸英、陳許莉同埋潘燦良。亦都多謝我哋嘅藝術總監 Anthony。我點解講話即係我唔應該得獎咧？因為我覺得自己好衰嘅個人，其實之前多謝我好可能我淨係識得愛個戲，唔識得愛班演員嘅以前，但係而家我覺得我識得啦。又加上潘燦良夾硬逼我做演員之後，我覺得愛演員重要過愛個戲，咁好多謝班演員。其實有啲嘢一定要講嘅，哇！做咩事？
冇諗過會咁嘅喎，我覺得自己好鎮定喎，其實。OK， 因為我一路行過嚟啦，都搞廿幾年戲劇啦，叫做，即係好多得一啲，即係喺我好曳、好反骨嘅時候，仲覺得你可以啊咁樣嘅人，我要逐個多謝。首先係中學時代揾我出嚟，喂，你不如做導演啦嘅許遠光老師，多謝佢。跟住就係、是、唔怕我曳嘅，俾我入演藝嘅King Sir啦、毛Sir啦、三叔啦，同埋如果講導演上嘅嘢，我真係要多謝李銘森老師，佢係我恩師，多謝李銘森老師。好難講啊，我唔識啊，即係其實本來我女朋友話今日嚟嘅，但係佢話佢驚我攞唔到，又激又冇睇其餘兩個戲，唔知點同我傾。咁我都多謝佢啦。恭喜曬！恭喜曬 Roy， 恭喜曬，恭喜！亦都多謝曬 Vigo， 唔該曬，唔該曬。一浪接一浪啦。係。另外一個嘅導演獎啊，最佳導演悲情劇獎，我哋要請出呢個獎嘅頒獎嘉賓King Sir 鍾景輝先生。喺度咧，我要逐個逐個咧，朗讀一下King Sir 究竟攞過啲咩獎啊？俾啲時間我嚇，有三個悲情劇嘅最佳導演作品係《蝴蝶君》《長河之末》《明月明年何處看》，同時間亦都有喜鬧劇最佳導演嘅得獎作品有《橫衝直撞》《偷錯情》，四個啫未完，跟住有七個悲情劇嘅最佳男主角有《瘋癲皇帝》《莫扎特之死》《推銷員之死》《風雨手衣傷》《承受清風》《不期而遇的男人》同埋《相約星期二》，未完。仲有喜鬧劇組喺2003年得到嘅最佳男配角，作品係《金池堂二十年》裡面，總共得到12個獎項。各位朋友，鍾景輝先生，King Sir，咁我又想問一下啦，即係其實導演嘅崗位，又或者演員嘅崗位，你都可以有咁好嘅成就啦。其實喺話劇裏邊有好多其他崗位，你有邊個仲想做呢？有邊個崗位你仲想試一試挑戰一下自己嘅呢？我想極力推薦中國文化，係將中國文化嘅嘢演變成為話劇，到世界各地去演出。有邊一個題材你又好想去攞出嚟先同大家分享嘅咧？或者邊個劇目咁樣已經有啲頭水喺度咧？而家暫時未有。冚氣有，係啊。咁我哋可以等。不過我會請教好多人去攞到啲佢哋嘅智慧。等佢哋俾多啲意見俾我，可以去做呢個樣嘢。好，咁到記得到時出聲，你一定一呼百應啊！我哋會幫手嘅。咁喺呢個時候就睇睇候選名單先，睇睇。榮獲提名最佳導演悲劇正劇嘅包括陳錦權《魔鬼契約》香港話劇團。由而家開始，乜嘢都唔存在啦。邓淑荣《魔方变奏》香港演艺学院。卢志新科學怪人，中英劇團，香港演藝學院。蔡石昌，哥本哈根，香港話劇團中劇團。當我哋仲係尋尋覓覓嘅時候，我哋嘅生命就已經結束啦。當我哋仲未知道自己係邊個，係啲乜嘢，我哋就要去化為塵土。候選名單就睇完啦，究竟邊一位係可以得到悲情劇嘅最佳導演呢？King Sir，麻煩你。好。最佳導演係。鄧淑榮。
魔方变奏。香港演艺学院的作品，有请邓树明先生。恭喜晒树明老师。不好意思，邓树明先生今天有些事来不到，我这里代他多谢契协，多谢演艺学院不同的学院和学生，多谢晒。Thank you， 恭喜晒，也都再一次多谢晒 King Sir， 麻烦晒你。接住落嚟啊，钟仔，最佳男主角啊，我同你都好想攞到嘅奖啊。系啊系啊，不过提名都冇，系提名都未有住，但先揾一个咧，系攞咗好多次呢个奖嘅上嚟先啊。各位朋友，我哋嘅颁奖嘉宾陈淑仪，淑仪你老师你好，陈淑仪其中一位得到最多次数最佳男主角嘅朋友，第六届有 Miss 杜十娘，第十届有让我爱一次，而在第三届亦都凭住撞板风流得到最佳男配角。淑仪老师你好，等下先，等下先，喂，淑仪，唔系佢攞奖啊，咁好掌声，喂，不过淑仪。喂，首先你好忙噶，系啊系啊，好忙好忙。咁忙，點解你仲有時間？我聽講你八月好忙噶喎，八月嘅時候。八月有咩事發生咧？嗱，八月咧，你好似喺八月八號到八月二十一號咧，喺香港嘅壽臣劇院嗰度咧，有個戲要做喎。係啊，個戲叫咩名啊？叫做《交響名人夢》啊。係啊係啊，除咗好似我有份做嘅係嘛？係啊，你有份做㗎。好似你都有份做啊？係啊，我都好忙啊，到時候。喂喂，唔好意思，我都好似有喎。你又有份啊？哦，我聽講好似裙仔都有份做嘅喎，係咩？係啊係啊，哎呀，咁到時見啦，我哋係啊，聽講咧喺嚟緊嘅八月八號到八月二十一號咧，喺藝術中心嘅壽臣劇院裏邊咧，就有啊陳淑儀、梁榮忠、林澤群同埋黃耀祖、胡海輝導演㗎。交響名人夢，多謝多謝支持，希望到時就大家買張飛嚟支持下啦。你咁忙，我哋即刻頒咗個獎先啦。好啊，睇睇候選名單啦，好唔好？最佳男主角喜鬧劇嘅組別。荣获提名最佳男主角喜剧闹剧的包括李振洲《点解手牵狗》，Kieran Peng Production。你啊，嗱你奖品。哎，好有打法啊！咩啊？嗱，但系我真系好憎啊吓，同埋我觉得我自己。高汉文《斗泥战争》香港话剧团。潘燦良《鬥泥戰爭》香港話劇團。婚姻啊，婚姻就係上帝賜俾我哋最艱苦嘅磨練啊！艱苦啊！婚姻仲有啲細。盧志新《伴侶》新創作劇場。拉完八婆，係啊，我咪就係嗰個八婆咯。好，最佳男主角喜闹剧组别，得奖者是高汉文《斗泥战争》。恭喜晒高！你都麻烦淑仪同我哋颁发奖项嘅，唔该。睇下最佳男主角真係有個風範㗎，我哋兩晚都冇擺，成晚都冇擺個 pose。時間交俾你。我真係冇諗過會攞呢個獎。係咯，真係原來要出兩地先攞到㗎。我做咗25年啦，原來喺香港話劇團。今次係我第一次攞到劇協嘅獎，多謝劇協。我要俾我喺天上面嘅爸爸睇到嘅。
我好細個就已經開始做玩舞台劇，玩舞台劇。我爸爸唔中意。我試過喺仲係讀緊書啊，仲喺中學嘅時候，我爸爸去我玩緊嗰個業餘劇團嗰度捉我翻屋企。但係我結果最後做咗一個職業嘅演員咧，亦都係我爸爸鼓勵我。他就告訴我，你這樣玩下去不是辦法的，如果你真的喜歡的，為什麼你不真的將它當成你的終身職業？所以我就決定了就去考香港話劇團，好幸運他收了我。但可惜是我爸爸沒有看過我一個戲就走了，所以我要給他看到。我要多謝很多人的，多謝香港話劇團，因為他肯請我，令我可以實現我的夢想，站在舞台上。我要多謝曾經跟我在業餘劇團一起玩過 的兄弟、朋友、教過我的人。另外入了話劇團之後，很多很多我的同事跟我一起 去創作和教我。我在我的同事身上我學到很多東西。我多謝一路以來的這麼多個藝術總監，他們 都容忍我，不炒我。我很多謝彭恆英，他其實是我的老師來的。他入咗嚟玩一段之後，佢其實俾咗好多意見我，令到我喺演技上面其實有咗一個好大嘅突破嘅。多謝彭英。多謝呢個戲嘅導演啦，司徒偉卓，多謝你。是你不知道為什麼要選我做這個角色的，我一直以來我都覺得我應該做阿燦的角色，但你在這個戲裡你發掘了我賤格的一面，多謝。不阻大家時間了，我多謝所有曾經跟我合作的人和幫過我的人在這裡，我對不起，我真的見不到那麼多人名，是很多很多人的，我多謝你們。再一次恭喜高漢文，恭喜當然亦都要多謝曬陳淑儀 ，thank you， 拍戲見，拍戲見，係八月見啊，阿淑儀啊，大家都係咁樣。好，接住落嚟咧，要到女主角悲情劇組嘅呢個組別咯，請出我哋嘅頒獎嘉賓有林小寶小姐，犀利㗎都，好啊，要讀一讀小寶你嘅名單啊嚇，亦都要俾少少時間我嘅四個。悲情劇的最佳女主角包括有《創奇者》、《遇上1941的女孩》、《變成四川好人》，同時間亦都有三個喜鬧劇的最佳女配角，作品有《熙春酒店》、《愛上愛上誰人的新娘》同埋《我愛呀愛》，仲有悲情劇的最佳女配角有《山川弄斯》，總共有八個獎項，林小寶小姐。唔係，我想問小寶究竟點樣可以攞咁多獎嘅咧？有啲咩方法嘅？努力啦。用心做咯，同埋大家錫你咯。好難得到第三樣啊！其實大家錫我，真係冇嘢好講啊！係我唔識講咩啫，接唔到啊！但係咧希望咧嚟緊，我講錯咗嘢。冇。好驚啊！我預咗我成晚都會講錯，是但啦。好，是不是有他在這裡不怕？好，不如在這個時候我們一陣先再聊聊，我們不如立刻看看女主角悲情劇組的候選名單。榮獲提名最佳女主角悲劇正劇的包括胡麗英、科學怪人、中英劇團、香港演藝學院。王慧慈，香港式离婚，香港艺术节。我觉得仲好挂住佢，有啲人，你明唔明啊？佢已经系你嘅一部分。
黎玉清、后代、邓树荣戏剧工作室及戏剧盒，新加坡。歌唱比赛，老师讲我可以参加，他说我的歌唱得好，我没有漂亮的衣服，我不敢。刘雅丽、背叛、同流。潘碧云、哥本哈根、香港话剧团中剧团，不停咁喺我哋面前冇嚟冇去，不停咁要我哋认同，不停咁要我哋震惊，不停咁要我哋话俾佢听佢自由嘅界限点可以去完。最佳女主角悲情剧组究竟嘅得主系边一位呢？哇，真系好紧张嘅，原来呢个好啦，咩啊？系边个先？最佳女主角王慧慈演出《香港式离婚》。恭喜 Mercy！ 好，麻烦小宝为我哋颁发呢一个奖项嘅最佳女主角。戲劇正劇組的，亦都麻煩王慧慈同我哋講講佢得獎感受先。我著咗高踭鞋，多謝劇協頒呢個獎俾我，多謝我公司香港話劇團俾我有呢個空間機會，接觸出邊嘅人同埋事，等我可以喺出邊同其他人交流。我更加要多謝香港藝術節，俾呢一個我唔知係咩個風險咁樣，俾我出去，俾我試呢、這、一個 take 呢個機會。我好多謝呢、這個戲裏邊嘅所有演員。首先我要多謝黃詠詩，因為係黃詠詩佢好好緊張咁樣就揾咗 KB 可唔可以俾我做呢個戲，咁最終我做到啦，多謝你，咁我而家又可以喺個台上面攞獎啦，咁我多謝李振洲，我多謝羅冠蘭，我多謝君仔，我多謝梁祖耀，我多謝阿柯，我多謝後台嘅阿 Coffee、阿 Janet 同埋阿飛虎同埋阿大佬明，因為佢哋啱啱講嘅所有人咧，我喺話劇團好少做一啲比較索啲嘅角色嘅，咁呢個戲係佢哋個個話你好索啊，你好索啊，咁所以我就覺得自己好索，咁就做咗呢個戲。咁我係咁，另外我要多謝我媽媽，多謝我兩個妹妹婷婷珊珊。以前咧，我有提名或者攞獎咧，佢哋唔會嚟噶，我叫佢哋都唔嚟噶。咁咧但係今次唔知點解咧，佢哋自己好睇完個戲之後咧，就同我講話有冇飛可以睇呢個劇協啊咁。咁所以我知道就算我攞唔到呢個獎咧，我個心裡面我都覺得自己攞咗獎。真的，我真的覺得自己攞了呢個獎。咁最後我要多謝一個人啦，就係、是、我多謝我的先生邱廷輝，我多謝佢。我喺得呢個台上面同大家分享，我覺得係分享我的生命嘅，但係我的生命唔夠，有佢陪我一起分享。我的家人多了他，我很開心，多謝你，多謝，恭喜曬，恭喜曬，亦都唔該曬小寶，唔該曬。